我吧，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从小生出生到现在，我吧就是听话，从小听妈话。现在呢，就是学佛了，我听佛的话。我现在吧，就得俩字儿，换心。我成就了自己，我才能成就别人啊。所以吧，就是我每天为什么笑呵呵的？我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我跟孩子说了，我说的，妈妈今生没有遗憾的事，妈妈今生非常满足。我笑着往生，自在往生。其实现在连品也告诉他，我不需要助念。瞬间就走了，跟着佛就走了吧。但是为了度众生吧，那就是说的这个形式呢，还得走。妈妈，坚定信心，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孩子放心吧，妈妈一定能做到。嗯，而且做的出色。我先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美景，我往生前后的景的瑞相，我都写出来。我先写出来，我就是要用这种形式表法。我成功了以后，给后辈的人哈，后世就是还有9000年这个苦难众生，走捷径之路，一看啊，你看就念阿弥陀佛就成功了。我用什么独特的方式？我现在不，这不还有气儿，把这生龙活虎的说着呢吗？没往生之前，我用寄送的方式，寄送的方式，把咱们极乐家乡的美景，全用寄送的方式写出来。我往生走的形式，我度众生现在吧，就是我没走之前，我就用这种方式在度众生。我走以后，就是我所写的寄送，用我生前写的寄送，我是，那就是往生之后就是种种的对象，和这个我往生之前的寄送对起来，你还信不信？信不信？事实来验证，用事实来验证，你信不信？少，我呢就是，《无量寿经》《大经解》600集我看完了，《望尽还阳观》，我看了一遍，完了是接着我看的《大经科注》，现在《大经科注》吧，我没看完。看了这些个经以后啊，看了这些光碟以后啊，我多了我记不住，我就记住了两个字：换心。我吧，本是一棵无名的小草，我从大自然中来，我回归大自然中去，我悄悄的来，我悄悄悄的走。我原来吧，我是这样做准备的，可是现在阿弥陀佛老师傅给我这个重印，为下莲居老居士的《无量寿经》的上本做正观，为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科注》做正观，也为净空老法师苦口婆心的86岁高龄，还在吧苦口婆心来教育这个大家呀，那种爱心让大家赶紧回家，众生迷惑不解。我为这三位老师做正转。他是在台前，告诉了你是吧明的，我是隐的。不行，善巧方便呢。咱们就改变方法。我就给他来个独特事儿。欢迎家乡的莲友光临道场。阿弥陀佛。
弥陀佛。我也是双城人。嗯，稍等一等，我起来。哎，主角吧，该上场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们别看我这样，别看我身体，加油！他是假的。我现在一点痛苦也没有，成天法喜通了。阿弥陀佛。时间嘛，到了，我这个家乡的亲人都来了，托点消息，我早都坐上井冈台了。实际吧，现在咱们都在七宝宫殿，咱们嘛都在莲花之上，咱们有形的众生是这么多，那个无形的朋友，没法计算，诸佛菩萨、天龙八部、龙天护法善神，现在都在，早都已经来到了。因为佛菩萨给我的使命，让我来吧，那个做样子给大家看看，让大家吧都回家。阿弥陀佛。一切交给佛菩萨。哎呀，太好了，太自由了。阿弥陀佛。活的潇洒，走的潇洒。我上场的演戏，我今天演的是独角戏。这是独角戏。告诉你们，我现在就是一尊玉佛。阿弥陀佛。就是一尊玉的卧佛。现在就在这儿。还有几分钟。我就要走了。现在诸佛菩萨都在大家身边，西方三圣在太阳不近地方，你们可以看见屋中的景象，一会儿又画上了电话。时间一到，我带着无量的众生一起回家，高不高兴啊？佛，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愿，也不是我个人想象，是佛的加持，佛菩萨给我的任务。我还有新的任务，所以我必须去见你。净土法门书证，净土法门当时现在已经上莲花了，我就看到了师父的身份。感恩大家为我送行，谢谢，感恩。阿弥陀佛。
尊敬的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莲友，尊敬的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阿弥陀佛。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喜讯，我的姐姐刘素清居士预知时至，上品上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他是活着往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他往生的具体时间是2012年11月21日中午12:00，分秒不差。我为有这样一位好姐姐而高兴而自豪。今天我想向大家报告一下我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缘，具体的事情往生过程请各位莲友看后面的光碟。首先我向各位莲友报告一下我姐姐往生倒计时5天表法是什么因缘。这个话要从今年的6月份说起。6月份我去香港参加大经节演绎学习分享报告会，在那个会上很多同修给我提了好多条子让我回答，让我答疑，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疑虑，特别是有很多佛友提出真的能活着往生吗，这个疑虑是最多最多的。我当时记得我在讲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说，如果阿弥陀佛批准，我现在在台上就给大家表演一下活着往生是怎么回事儿。可是阿弥陀佛不批呀，那怎么办呢？那就以后再找机会吧。从香港回到哈尔滨以后，我和姐姐说话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电话，因为我和姐姐不住在一个地方，在电话里我跟姐姐说了我这次去香港的一些感受。我对姐姐说，我说姐呀，现在当务之急最缺少的是一个表法的人。姐姐问我，小云呐，表什么法？我说表活着往生的法。我说如果阿弥陀佛批准我就来表演，可是阿弥陀佛不批准，那我去找谁来表演呢？当时我姐姐说了一句，小云你不能表演，你还有任务呢，你得留下来，我来演。姐姐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姐姐说的话，因为姐姐比我大4岁，可以说我们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对姐姐的脾气秉性和她的为人非常了解，我想姐姐说话是算数的。就这一句我来演，就是我姐姐这一次往生表法的最初因缘。姐姐说表法，她实际这几个月他一直是不是在做这项工作的准备工作我不知道，我们两个没有交流过，但是这一次5天倒计时往生实实在在的表演，我觉得姐姐是做了准备的，她确实抱着必胜的信念一定要把这个活着往生的法表演好，她是负责任的。我第一次知道姐姐往生的时间是在今年的11月8号。10月7号那天我去平房看望我的一个老同学还有我的一位老师。我的老同学患胃病，做手术胃切除2/3。头几天我和他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身体状况怎么样，他说身体不好，做了手术2个多月了，刀口不封。
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不封也挺好，开个天窗，空气流通的好。说完我俩都笑了。另一位我去看的是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我听说老师身体状况不好，我想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为什么呢？因为我另一位小学班主任老师举桂仙老师去年往生的，他往生的时候，我听后来老师告我，其他老师告诉我说，素云呐，举老师往生的时候就有一个遗憾，没有见你最后一面。实际我一算时间呢，当时我已经回到哈尔滨了，但是我不知道老师要走的这个消息，所以老师没有看我最后一面。因此我听说这个老师赵老师身体又不好，我想我不能再留遗憾了，所以那一天呢，就是11月7号那天，我到平房去，上午先看我的同学，下午去看我的老师。为什么下午去看我老师呢？我想可以在老师那多待一会儿，因为很长时间也见不了一面。就这样，中午呢，我想不要麻烦我的那个同学，他身体状况不好，不能在他那吃中午饭。我也不想麻烦我的老师，快80岁高龄了，别忙忙活活再为我们去做饭。我就想到我姐那去蹭点饭吧。一打电话，我外甥女正好在家，如果她不在家，我姐没办法开门。哎，她在家，我们就说去蹭一顿饭。所以我们就中午就到我姐那儿去了。到那儿以后一进门，我一看我姐有点瘦了，我说老婆子怎么有点瘦了，是不是要回家了？我姐爽朗地笑了，说快了快了。这就是11月7号的那一天。在我姐姐那中午吃饭也大概就半个多小时时间吧，吃完我们就去老师家了。在老师家3点多钟，不到4点，我们就直接回哈尔滨了。那就是11月7号，我见我姐姐这情况。10月8号，也就是见我姐姐的第二天早晨，我磕头的时候，因为每天早晨我是起来磕3个小时的头，我磕头的时候就有一种是谢谢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说不清楚。从2003年到现在，我一直是这种状态，我看不见，我也听不见，但是我就知道了，这是一种什么情况，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什么？那天我知道什么了呢？就告诉我一段话，意思是这样的，就说你姐姐并非凡人，她是菩萨来度众生的。他就要圆满了，往生时间在1个月之内，不用助念，自在往生，一切由佛菩萨来安排。当时我看看时间，是早晨的6点15分左右，我怕后来忘了，我就用一个小纸片把这段话原样的就记下来了。这就是10月8号那天，我第一次得到姐姐要往生的消息。那按照那个时间一算呢，还有1个月时间嘛，那就是11月8号到12月8号这个之间，这个那就是一个大概的时间，不是特别确切的时间。第二次我得到姐姐往生的消息是11月15号，也是早晨我拜佛的时候得到的。这一次的消息是给我一串密码，这个密码就是2012112112，后面写着我姐姐的名字刘素清。我就用一个很小的小纸片就把这一串数字记下来了，揣在我的兜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也没有跟我姐姐说，就我自己知道这个密码。我自己对这个密码的解读是2012表示年，11表示月，11月，21表示日，
11月21日，后面的12表示几点钟，那就是中午12点钟，连起来就是20121121112，我称它为是密码。这个密码呢，我就把它揣起来，我就想以后来验证验证，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10月8号发生的事，10月8号和11月15号两次得到姐姐往生的消息，就是经过就是这样的。11月16号的中午，我姐姐给我来个电话，电话说的非常简洁，原话就是这样说的：“小云，告急，加速，你听明白了吗？”我说听明白了，我姐姐那面电话就撂了。因为在头一天我姐姐往生的确切日期了，所以姐姐这个话我一听，我肯定是听明白了。你看告急加速，问我听没听明白，为什么有加速这个字样，这个我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是锦州有一个同修40岁，一位男同修，癌症晚期，全身扩散，他希望见我，他的妻子就给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写了一封信，说他丈夫才40岁，现在癌症已经扩散全身了，没有多长时间了，他特别希望能见见刘老师。佛陀教育协会就把这封信转给我了，转给我以后，那时候正好我从香港回到哈尔滨10天，我就当时就让大云赶快买票，咱们两个过去看看。所以我就和大云，我们两个到锦州去了，见了这个佛友。这个佛友呢，他毕竟是比较年轻，才刚刚40岁，而且学佛的时间也不是太长，对这个死亡啊还是比较有恐惧心理的。对这个往生，可不能说信念不坚定，应该说没有多少信念吧，他属于这个水平。我回来以后，我见到他回来以后，他就对我产生了一种依赖，他总想啊，有刘毅在，我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几次给我来电话，后来我想不行，他这样依赖影响他往生，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把电话断掉了。以后你不可以再跟我通电话了，你要想阿弥陀佛。这个他叫刘建志，这个建志啊电话里就跟我说，刘姨啊，我不想阿弥陀佛，我想你，我想刘姨。我说你想刘姨，你去不了极乐世界，做不了佛，你得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你才能去做佛。虽然是这样说，他也答应了，我以后我想阿弥陀佛，我不想刘姨了。但是从他的电话里，我还是感觉到他还是在想我，念着我。后来又有一次电话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了这么个情节，他说：“刘姨啊，我两次见到阿弥陀佛了，我没跟他去。”我说：“你两次见阿弥陀佛，你怎么不去呢？”他说：“我就想，那我还没见着你呢，见着阿弥陀佛了，没见着刘姨，所以两次都没去。”我说：“这个傻孩子呀，你可不能再错过第三次机会了。”我说：“第三次你要错过了，那阿弥陀佛可就不接你了，你就回不去家了。”在这之后呢，他给我来个电话，又说他这想法。后来我就想，我就跟他说：“我说建志啊，这么的，今天啊，我让你跟我姐姐通个电话。我姐姐是骨癌晚期，全身扩散。你看看老人家他是什么心态，他对往生极乐世界是怎么看的，行不行？我把我姐的电话号告诉你，我先跟我姐姐联系上，10分钟以后你再跟我姐通电话。”他说：“那好。”我说：“那你就叫大刘姨，我是小刘姨，我姐姐就是你的大刘姨。”就这样说好了。放下电话以后，我就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一会儿锦州一个同修给你挂电话，你好好开导开导他。”我姐说：“行。”接着呢，这个刘建志啊可能就给我姐打电话了。
我听说两个人电话通了一个小时，我姐姐在电话里就告诉她应该怎么样坚定信念，怎么样求往生，一定要回家见阿弥陀佛慈父。后来她可能也说了一些就是不是太坚定的话吧，还是有疑惑。我姐姐说那样行不行，建志大姨领着你一起回家。这回她高兴了，后来他又给我来一次电话说嘛，刘姨呀，我大刘姨说了他领我一起回家，我这次有信心有把握了。这个事儿这不就这么过去了吗？又过了几天，他妻子又给我来电话说，刘姨呀，我家那个建志啊，他这种情况正不正常啊？我说怎么的了？他说建志总像昏沉。我说他没昏沉。我说千万不要跟他搭茬，不要跟他唠嗑，不要问他这个问他那个。哎，你们看着他昏沉，我知道他没昏沉。他说有一天呢，他就对我们说，他说妈妈弟弟和我在跟前，建志就说我已经往生了，你们知道吗？他说我们几个你看我，我看你，说没有啊，不知道啊，你啥时候往生了？你这不还在这床上躺着呢吗？他说我往生了，你们怎么不知道呢？后来他就指着他弟弟说，说他知道。这个时候呢，他妻子啊就问他这个小叔子说，你知道你哥哥往生了吗？他弟弟说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说梦见我哥哥呀站在莲花座上，但是他不是在咱们这个地上站着，是在那个太空里站着。因为他这个弟弟呀可能也不信佛，他也不懂，所以他看到的他哥哥是站在莲花座上，他说是在太空里站着呢，说一个人旁边没有人。后来我说那建志是不是还是在等他大姨呀？这所以一个人搁那等着呢，我就说，我说你告诉建志，你说小刘姨说了，哎，你不要等大姨，你先去极乐世界，你再回来接大姨不一样吗？你别那傻等啊。这是我和他妻子的一次通电话。之后呢，我就跟我姐姐电话里说了，我说姐呀，那个锦州的建志啊，见着阿弥陀佛也不走，哎，就是原来说没见着我，我说现在又等着你呢，说我没见着我大姨，我不能走。我姐说，哎呀，这孩子等着我呢，那我得快点了。哎，所以我说我姐姐16号中午的电话里跟我说加速是不是就是这个姻缘，但是现在没法考证了，姐姐已经往生了，我觉得是这个姻缘，因为她知道建志在等着她，这是一个姻缘。第二个加速的姻缘就是姐姐又有新的使命，马上得回去，而且马上得回来，回来干什么大家都会明白的。那你看了我姐姐往生这个光碟，你就知道我姐姐为什么提前往生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姐这次往生她是舍寿十年往生的，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姐姐还有十年寿命没到，就是说阳寿没到，提前往生回家了。回家干什么？接受新的使命，这个使命还是和娑婆世界有关系。所以说姐姐我给她说的一个词儿就是速去速回。嗯，现在人家已经速去了，那是不是速回了呢？反正我没看着，但是我觉得姐姐早已经回来了。嗯，就是这么一个因缘吧。下面我再给大家就像讲故事吧。就是中午16号的中午，我接到姐姐这个告急电话，我立刻是萌生了一个想法还是怎么的，我现在说不清楚，就是必须得给姐姐录像。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儿，我没有给任何人录过像，或者安排别人给谁安排过录像，没有的事。这是第一次，脑袋里就一闪给姐姐录像。这个时候呢，我就给小宋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小宋是谁呢？就是我那个信念光碟里曾经说过的
就是我和他一起送张荣臻往生，那是2003年，就是那个小宋。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一打电话小宋接了特别高兴，因为我俩老长时间不联系了，我这面不是隐居吗，他那面也忙活他的事儿，我俩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他接到我电话挺高兴，他给我报告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刘姐，我前些日子送了一个老菩萨往生，是他弟妹的妈妈，叫王兆凤。他说老人家走得特别殊胜。当他说到特别殊胜的时候，我马上我就接了一句，更殊胜的在后面呢。我都不知道我这话是怎么说出来的。然后这小宋那面立刻回了我一句，是大姐吗？我说你太有智慧了，这就是我俩电话里的对话。你说这么长时间我俩没联系，难道是巧合吗？他那面说我能接上茬，我这面说他又能接上茬，真是奇妙极了。这是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他就说我现在啊可能又有新的任务了。我说你有什么任务啊？他说昨天呢我在双城，因为他哈尔滨呢这面是他跟他儿子在一起，这面有个家，双城那面还有个家，就是他丈夫老王在那面，小宋呢是双城哈市两边跑。他说我昨天在双城，在老王那面，哎呀我就得到一个信息。我说什么信息呀？他说韦陀菩萨来了，就告诉我一句话。我说你神了，韦陀菩萨告诉你一句话，什么话呀？他说受菩萨旨意，整装待发。他说就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还不懂什么叫旨意，我就问我家老王那旨意是啥意思。老王就给我简单说那是高级的，那旨意表示高级的啊，你要说受人之托那就是低级的，但实际也可能解释的不是那么太贴切。反正就这么跟小宋解释的，说那整装待发什么意思呢？老王这么给他解释的，说整装待发呀，就是让你做好准备，你可能有什么任务了，让你准备好，哎，命令一来你就随时就出发了。他说大姐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对，是这个意思。他说你看我昨天晚上才回到哈尔滨，你今天中午就给我打电话，那你给我打电话啥意思？我说你今天晚上到我家来住，明天早晨咱俩一起去平房给大姐录像。哎呀，他说刘姐，这是不是我就整装待发了？我说那可能是吧。就这样，小宋就那天晚上到我家来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11月17号，我俩一起去平房给我姐姐开始录像。这就是倒计时5天，往生表法就开始了。你看，从11月17号到11月21号是5天的时间，这5天的表法精彩绝伦。后面你们看电视就会看明白了。然后该解释的，我在这里我再简单给大家做一点解释。这是就是这一段我给大家说的，就是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缘怎么引起来的。哎，就是这么引起来的。11月17号，小宋我们两个到那以后，一看我姐姐什么状态，红光满面，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哎呀，我就想，这老菩萨真是说到做到啊！这表法，真是让众生真看到一个完美的表法形象啊！我这是我心里的话，但是没有空闲时间，和姐姐多说什么，这个就表法就这么开始了。所以这个5天的时间，现在我回过头来，我给他做一个总结，可以说这5天表法记录下来了，是一次历史性的记录。
他会给后人留下永久的纪念，永久的启迪，他的作用是无法用语言来估量的。那有同学可能问，说到底儿这五天都给我们表了什么法？在看光碟之前，我先给大家概括概括啊，这是我总结的。这五天姐姐表了什么法呢？表了第一个法是学佛快乐法，哎，翻过来说就快乐学佛法。我记得这个我在香港的时候，我跟同学们也说，我说学佛要快乐，别学的一个一个老气横秋、愁眉苦脸的，那学佛可能那路子没走对吧？我说我的方式方法就是要快乐。你要学佛都学不出快乐来，学不出健康来，那谁学呀？所以姐姐这次给表的法就是快乐学佛法。怎么个快乐？用八个字吧，就是谈笑风生，欢声笑语。反正一直到姐姐往生之前，她和同学们见面就用这八个字概括，是最贴切不过了。没有一点留恋，什么牵挂，什么离别愁绪，一丝一毫都没有。哎呀，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那么快乐，那么高兴。这是第一个法，快乐学佛法。第二个法是万缘放下法。有同学当时问我姐说，老菩萨，你现在都放下了吗？我姐说，你们考我呢，那你们看看我放没放下，你看我的言谈举止放没放下，我还有没有挂牵。人家就用实际行动表的这个万缘放下法。你看姐姐也有家，有丈夫有儿女，我姐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媳妇儿再女婿，这也一大帮啊，是不是？那也有家有业呀，跟咱们是一样的吗？老人家放下了。所以为什么能够走得这么潇洒这么自在，是放下了，而且是一丝一毫都没有留着，都没有牵扯，完完全全放下了。这是第二个法。第三个表演的念佛成就法，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姐她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念佛成佛往生的。因为我知道我姐姐她读经不多，我姐姐是读无量寿经，她家里没有那个条件，是吧？居住的条件很小，一大家人，她没有时间读经都。再一个呢，读经的时候呢，就是我姐姐曾经来我这儿住了两次，两次加起来大约是十个月吧，一次住五个月左右，一次住五个月左右，两次加起来大概是十个月。这十个月在我这里住着，姐姐是读无量寿经了，每天读一部。除此之外，姐姐再没有读其他的经。听经，姐姐到现在为止大约听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老法师讲的《大经解演义》，姐姐完全听完了一遍，《大经科注》姐姐没有完全听完，哎，就是这个。所以归纳总结起来，姐姐听经读经都不多，唯一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念到底，她就是念佛成佛的，这是最典型的榜样。还有一个就是自在往生法，哎，这个是表法当中最重要的环节。因为我从香港回来，不跟姐姐说需要有一个表演活着往生的那个样子的做样子的人吗？我姐不说我来演吗？所以这一次她演的最最成功的就是这个自在往生法，一点缺陷没有。从17号开始去给他录像，一直到他往生的那一刻啊，就是分秒不差的那一刻，表达的淋漓尽致。
我在这里只能简单的说两句，就是我姐到什么程度演的，剩几分钟了，我姐姐就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告诉大家还剩几分钟了，然后双手合十说感恩大家来为我送行，说完了之后又说我已经站在莲花上了，又过了那么一小会儿又说了一句我已经站在阿弥陀佛老慈父身边了，就这话都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就这个时候去我姐姐往生的时间我估计也就差那么三两分钟吧，哎，就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姐姐这些都完全用语言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了，然后做了几个手势，这个手势第一个手势伸出了一个大拇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这儿我先给大家说一说，要不大家看光碟的时候可能不太注意也可能不太理解这伸大拇指是什么意思呢，就在我姐往生的头一两天吧，我跟我姐姐说，我说姐呀、啊，你要往生的时候你站在莲花座上或者坐上莲花座了，我也看不着啊，我也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给我表达出来呢，你告诉我你坐上莲花了，我说当时你能不能用语言表达我不知道，因为很多人往生的时候他说不出话，我说你到时候是啥状态我现在我说不出来，我说如果你语言表达不出来了你能不能用手势给我表达表达，我就伸出一个大拇指，我说姐这样咱俩有个约定暗号，你把大拇指伸出来我就知道你上了莲花台了，我姐说行，所以我姐那个手势呢真的就给我做了，虽然她前面用语言已经表达了上了莲花座站在了阿弥陀佛身边，她可能这个人守信用就守得这么好啊，就是我跟我妹妹有约定啊，我得伸大拇指告诉她我上莲花座了，所以人家说完之后还是把大拇指给我伸出来了，比划我就看懂了，那就是我姐上了莲花座了，这是第一个手势。第二个手势呢就是两手空心合起来，然后慢慢向两边做了一个花开见佛的手势，这是第二个手势。还有一个手势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他是右侧卧躺着，他这只胳膊就这么高高的举着，最少不低于举了五分钟，后来我就想是不是姐姐怕我看不明白呀，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圆满了，我这句话说完了以后我姐才把慢慢地把这个手放下了，这是一个动作。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向大家挥手，向大家举手，我们理解的意思是不是就跟大家告别极乐世界见，这个他光做手势没有用语言说，就是这样。十二点整分秒不差我姐姐就活着往生了，你们看光碟的时候千万注意看最后的那个镜头，她头一歪你再仔细看她的脖子，她那个这个动脉呀、还在跳没有断气儿，你这个就是给大家表演的活着往生，没有咽气儿人就走了。后面还有一个法我再给大家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菩萨表法呀慈悲到极处了，这给你表一个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让你看看你信不信，而且走的时候那面部表情笑容满面，大家都可以从光碟当中看到，这不是表了一个自在往生法吗，接着瞬间回来了告诉大家什么呢，告诉大家他是按时回家速返娑婆，
人家瞬间就回去了，瞬间又回来了，回来干什么？还没表演完，那说还没表演完，尚有一夜未了，就是还有一宿一宿的功夫，北方叫一宿，就一夜吧，嗯，说还尚有一夜未了，那人家就从十二点已经按时回家了，又速返娑婆了。那下一段演什么呢？演的就是六道轮回痛苦的死亡之法，演四大分离。这个就是从回来，那就十二点多了呗，到第二天早晨的8:45，就这一段时间演的就是这个痛苦的死亡之法。我当时我记得在场，因为有同修在那念佛，我就像现场讲课一样，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你们看到没有，上午给大家演的是自在往生的法，我说现在我姐给大家演的就是四大分离法，就是六道轮回痛苦的死亡之法。当时有十几个同修在那念佛吧，我就现场给大家讲课，我姐这边演着，我这边就给大家讲着，看来我姐我俩那天配合挺好。但是说实在的，那个法表演的实在不忍看，我明明知道我姐是在表演，就痛苦到那种程度，我这当妹妹的我都有点心动了，不忍心了。后来小宋就跟我说，刘姐呀，你和小四儿，就指着我那外甥女儿，我姐的老姑娘，你们俩上那屋去吧，别在这跟前坐着了。他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刘姐，我看着你有点难过了。哎呀，我说这个痛苦的死亡之法太痛苦了，真是不忍心在跟前看着了。但是菩萨就给你表演的淋漓尽致，活龙活现，那就是上午一个法，下这又有一个法，两个法都给你演了，让你对比着看，你究竟选择哪个往生法。所以说就从这一点上，我觉得真是大慈大悲，慈悲到极处了，不是菩萨再来演不出来呀。我们难道看着这样的光碟，如果还有人不相信，那可真是愚痴到极处了。这是姐姐在这个倒计时五天里演的这么几个法吧。这两个法我看了之后啊，就姐姐表了这么我概括这几个法以后，我有个什么感受呢？我就觉得姐姐太了不起了，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姐姐我才这样说。我看了我姐姐这些天的表演呢，我就知道什么叫菩萨心肠了。过去了咱们老说菩萨心肠，菩萨心肠，这菩萨心肠到底菩萨到什么程度，这回我可体悟到了。我姐姐这个心肠地地道道就是菩萨心肠，你别用别的你解释不了，谁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是佛，除非是菩萨。过去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多次，我说我小时候啊我欺负我姐姐，大了呢我管着她，就是到现在我也说了算，我姐一切都听我的。我们姐俩就这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姐什么事儿都依着我的，前两天就是倒计时五天哪天我忘了，我姐姐跟佛友唠嗑的时候说了一句，过去是我妹妹欺负我管着我，她说现在她管不着我了，我都坐金刚台上了，这回该我管她了。说完都哈哈笑了，我说我不敢管了。我说这回是你该管我了，我说老菩萨我得给你溜溜须啊，我摸摸我姐姐手，我说别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认识我了。我姐说那不能，就是整个这几天就是一直是笑呵的，可以说在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当中度过的，这个戏就是这么演的。我就当时我一边看着我姐姐这个一幕一幕这表演呢，我就心里就琢磨哈，这是我心里想的，我说就这么一个柔弱的老太太啊，我给人起名叫面窝瓜，
像一个揉好的面团儿，捏个圆儿就是个圆儿，捏个扁儿就是个扁儿，从来也不知道抗争，受了一辈子气，挨了一辈子熊。我说最后人家一哆嗦，人做佛去了。完了，我姐姐一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姐就哈哈笑了。我占了大便宜了。你们看那个录像呢，好多镜头，我姐说这句话：“哎，我吃了一辈子亏，我受了一辈子气，我遭了一辈子罪。哎，我最后我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你说是不是我占大便宜了？和老法师讲的不对上号了吗？”我就想，这是我姐吗？我就看着我姐这一幕一幕表演呢，我心里就想，这就是我那个懦弱的姐姐吗？但是她确实，她就真的就是我姐姐呀。我真是对这老太太刮目相看了，我可不敢再欺负她了，再熊她了。哎呀，这个我姐姐啊，真是给我做了好榜样，我应该老老实实向姐姐学习。和姐姐比较起来，我自愧不如，我太惭愧，太惭愧了。有香港同学问呐，说那你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这一生怎么过来的？这个呢，我记得用这么几句话吧，就完全可以概括她的一生了，就是受了一辈子气，吃了一辈子亏，遭了一辈子罪，哎，最后人家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了，这就是我姐姐一生最最真实的写照，这是高度概括的。可能有同学希望，那你能不能再说的细一点，你姐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人？可以，下面我就比较简单的再给我姐姐说一说，哎，她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你们可能就了解的更清楚了。第一条，我概括一句，我姐姐是个平凡的人，他是再平常再平凡不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有很多同学老这么想，哎呀，人家是什么佛，人家是菩萨，哎呀，咱们学不来呀，咱是凡夫。那我姐姐的一生可以这么说，她是凡夫当中的凡夫，典型的凡夫，没有一点出奇的特殊的地方，她就是那么平凡。我姐姐说，不在那个跟佛友唠嗑的时候，我姐说，说我啊，我妹妹是什么参天的白羊，我是默默无闻的小草。我姐姐不说自称是默默无闻的小草吗？我再给她添一点儿，她是一颗默默无闻的任人践踏的小草，不单是默默无闻呢，谁都能踩她。你看看小草是不是这样啊？默默无闻，任人践踏的小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伟业，他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哎，我说到这儿，难道你还说，哎呀，我学不来呀，人家如何如何？我说，如果你再能找到比我姐姐更平凡更平常的人，恐怕不太容易。过去听老法师讲经的时候，师父经常说，学佛的人要做好准备，要受尽屈辱。说实在的，我听到这儿吧，我有点不太理解。我说学佛人怎么就那么倒霉呢？受屈辱也就够意思了吧，还得受尽屈辱。哎，这个词儿用在我姐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一辈子受尽屈辱的人。有时候我看姐姐窝囊到那种程度吧，我真有点替她打抱不平。我心怎么能窝囊到这份上的呢？说实在的，有些时候，哎呀，我都恨铁不成钢，恨不能什么事儿我都代替她去做。你说如果他不是说到一定程度了，我能用这些词儿来形容我自己的姐姐吗？确实是，有时候我给他说的最重的时候，我说你是个窝囊废，我管我姐都叫窝囊废。哎，就是这么一个人，人现在成就了。
你难道没有学习的地方吗？你忍辱忍的怎么样？忍辱是一关呢，我姐姐这一关她过去了，最难过的忍辱关她过去了。如果这一关她过不去，她今生不会成佛的。这是我第一点概括啊，我姐姐是一个平凡的人。第二点呢，我概括的就是她是一个敦伦尽分的人。印光大师不告诉大家要敦伦尽分吗？我说这个词儿用在我姐身上贴切，一点不过分。我就具体再说说她怎么敦伦尽分的。比如说从我姐来说，她作为我爸爸妈妈的女儿，她尽分了，而且做得很圆满。因为我爸爸妈妈没有儿子，就是我姐和我两个，就我们这两个女儿。我姐姐从小一直到结婚，一直到把爸爸妈妈养老送终，一直是和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她结婚以后没有离开家，就是这样。所以我说我姐姐对爸爸妈妈尽到了孝道，这一点我远远不行，我跟我姐没法比。我那时候一个是就是工作狂，成天就上班啊工作呀，尤其我调到省政府之后，每天通勤，起早贪黑的。你如果说点客观理由呢，时间紧；说点不客观的理由呢，还是心里没有爸爸妈妈，或者很少有爸爸妈妈，就是这样。但是我姐就把我们两个人应该尽到的孝道，我姐姐一个人都尽了。特别是后来我妈妈临走的头两三年得了老年痴呆症，那个时候我们不懂，不像现在才明白那个叫老年痴呆症。因为不懂啊，妈妈那时候她就不讲理闹人，因为和我姐姐在一起住啊，她就欺负我姐和我姐夫，反正见着我姐夫的面呢就骂我姐夫，见着我姐的面就骂我姐。我姐啊就哭哭咧咧的上我那去，小云那咋办呢，咱妈老骂我们。我说我回去解决，我就回去和老太太谈判。我一回去呢，人老太太什么事儿都没有，老姑娘长老姑娘短，人也不往这话题上说了。我姐姐就觉得更委屈，你看我伺候你照顾你，完了你还老骂我，你老姑娘呢人家还不咋回来，这回来呢你就像宝贝儿似的，哎，就不作我不闹我，就闹我姐。她说我姐心里就比较委屈，就是这个我姐都默默承受了。就后来呢我妈闹的都到什么份儿上了，没办法，因为他们住的是连着的屋，就是中间有个小走廊，那面是我姐住，这个门是我妈妈爸爸住，就小走廊是通着的。后来因为我爸和我妈这也没办法呀，我妈老这么骂呀。后来我给我爸说，我说爸呀，不行，把中间这个小走廊啊用砖头给它砌上墙，各走各的门，我妈就看不着我姐和我姐夫了，她不就省着骂他们了吗。完了我爸呀就这么用这个砖头就砌了一个墙，这不就隔开了吗。那我妈她手里有个棍儿，她拄着走道拄棍儿，她就用这个棍儿啊把那个砌那个墙啊就抠了一个天窗，哎，怼下去几块砖，那不又通气儿了吗？他就通过这个小天窗天天骂我姐和我姐夫，就是这样。所以我姐真是受了很多很多委屈，但是她都承受下来了，最后真是把妈妈爸爸都送走了。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学佛，还不知道给爸爸妈妈念佛，但是我姐姐那个孝道那份心意绝对是做到了，我认为我姐姐孝道是圆满了。这是我姐姐对爸爸妈妈对婆婆也尽孝了。因为我姐夫他是两岁没有父亲，就这么一个老妈妈，老妈妈那个现在我们叫往生，那个时候就叫去世。那个时候我姐刚结婚不长时间，我姐姐回去送婆婆，当时家里呢就是说那个他们家老郭家缺人，因为我姐夫上面有个哥哥，
因为哥哥嫂子那面吧，可能是不能生育，那就农村很讲究这个，就剩他们这一侄儿，那就靠我姐姐和我姐夫啊。那你这支人，你得给留后代呀，得传宗接代呀。所以当时我听我姐回来说，人就问说你们老郭家是要人还是要钱？当时我姐夫的哥哥说我们老郭家缺人，所以这样就说这个任务就问我姐能不能承担。那我姐就得承担呢。我姐说能承担，就这么一句诺言，我姐就把它落到实处了。十年生了五个孩子，这不要传宗接代吗？缺人吗？所以说我姐说我用实际行动让老人家能够闭上眼睛，哎，我给你们老郭家传宗接代，所以这个任务我姐就完成了。然后这不十年生了五个孩子吗？四个女儿一个儿子，是吧？其中三女儿21岁那年走了，现在还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所以说这一点上他也都能尽分了。从做妻子来说，我觉得我姐姐做得太圆满了。就作为一个妻子能做到这种程度可能是非常难找。我给你们说说我姐和我姐夫他们俩是怎么结合的。我刚才说了，我姐夫2岁没有父亲，他是55年参军的，60年转业的，就转业到我们东安机械厂，当时和我姐姐在一个车间。他家里特别特别穷，穷到什么程度？他分到独身宿舍去住，那个独身宿舍啊，就给人家事先给准备一个床，床上有个草垫子，这是公家给准备的。我姐夫去了以后，就在这个草垫上睡，啊，没有褥子，也没有什么床单之类的，他就有一床绵薄薄的那个棉军被，这是我姐夫唯一的财产。他每天就是这样，有一个烧水老太太吧，就看着他挺可怜，就跟我姐说：“哎呀，说你看谁谁谁，多可怜呢，怎么这么困难呢？说你跟他搞对象吧，你要搞对象，结婚了，他不就有个家吗？就有人照顾他了。”我姐回家就跟我爸爸妈妈说了，爸爸妈妈说：“那领回家看看吧。”完了就我姐就把我姐夫领回来了。我还记着嘛，他当时穿着他转业的那个。小黄军装，中间的小扣扣都是带小飞机的，因为他是空军地勤。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你要说我姐夫长相没长相，个儿也很矮，说话舌头挺大，说话秃噜秃噜的。他到我们家吧，他都不敢说话，就那个样子。完事我爸妈妈就没相中。没相中就跟我姐说了，完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烧水老太太又来撮合，我姐姐回家又跟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完了听了以后吧就不再阻止了。就这样我姐和我姐夫结婚的。所以我姐和我姐夫结婚是我们家既嫁女儿又娶姑爷，是把我姐夫娶到我们家的。所以当时我们家就是爸爸妈妈姐姐姐夫和我们五个人，那就是一个小房子，一铺炕，那时候我们住的是房子是炕，给我姐夫和我姐他俩就在厨房那儿弄出了一小条条，用那个砖头还是皮搭吧搭吧，那就是他俩的新房。就他俩就是这么结合的。所以说我姐姐这跟我姐夫结婚52年，这52年里，从我这个角度看，敦伦尽分，他是一个贤妻，他做到了。这是说对那个丈夫来说，对孩子来说，你想，2年生一个，2年生一个，5个孩子一个挨一个，没有爸爸妈妈帮着呀，这五个孩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能拉扯大。所以说我姐姐对这些孩子作为一个母亲，她称得上是一位贤母，良母啊，贤妻良母嘛，前面她是贤妻，这儿她是良母。
虽然家里生活不富裕，比较清贫，但是五个孩子一个一个都利利索索的，我姐特别干净利索，人家那个家那个东西，哎呀，都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我跟我姐没法比，我跟我姐在一起比，我是小邋遢。哎，现在很多佛友都说，哎呀，你真干净啊，真利索呀。我心话，你们没看着那干净利索的呢。嗯，就是就是这样，所以我姐就把这五个孩子都拉扯大了。你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贤良的母亲？就是姐姐对我觉得我妈妈去世以后，我姐姐就代替了母亲，对待我就像母亲一样那么关心爱护。我和我姐在一起吧，我就像小孩似的，我说撒娇我就撒娇，我说耍脾气我就耍脾气。哎，我姐姐从来不跟我计较，你说啥我都笑呵呵的。哎，一说行，哎，对，就这么办吧，就按你说的办吧。我姐全是这口气对我，所以我说我姐在我这儿，都可以说尽了姐姐的责任，又代替了母亲，非常非常了不起。这是这一条我总结的哈，他是一个敦伦尽分的人。下一个我总结，他是一个爱岗敬业的人。用这几个词儿形容我姐，不过分，不夸张。他是一个工作狂，工作特认真特负责。哎，老黄牛，踏踏实实，让我干啥干啥，干一样像一样，什么样的工作你交给他，你领导你就放心吧。他不带让你操心的。哎，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另外，拼命三郎，工作起来天不顾地不顾啊，真是的。我举个例子，那时候你看这五个孩子一个挨一个，不对，那给小孩送奶吗？我姐这送奶时间根本就不固定。哎，不是说上午几点回家给孩子送奶，下午几点给孩子送奶，没有这个概念了。有时间就送点，没时间就免了。所以这几个孩子怎么活过来的？小时候我妈妈用那个小米面糊糊喂活的，然后我姐不回来送奶呀，所以我妈就插那个小米面糊糊，就是我姐小时候也吃过这个东西。我说这个东西你看她吃完了，她孩子就接着吃。这五个孩子是我妈这么喂过来的。那时候我已经甚至在中学了，我记得我姐姐年年是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没有一年不是的，年年都得奖。哎，就是，所以我说我姐是一个爱岗敬业的人，从来对工作没有挑挑拣拣，安排我什么我做什么，别人不愿意干的工作，领导保证把他交到我姐手里，他从来不带拒绝的，他就是这样一个踏实认真的人。再一条呢，我觉得姐姐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你看那个时候姐姐家里一共是十一口人，我给你们叨咕叨哈，十一口人，你看我姐姐姐夫加五个孩子，这就七口，加我爸爸我妈妈九口，再加上我的外公外婆十一口，就这么十一口的一个大家庭，靠什么生活过日子？我记得当时我姐姐和我姐夫他们俩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足100块钱。我爸爸的工资是81.5块，所以加起来三个人的工资是180块钱左右，就不足200块钱。家里十一口人就是靠着180块钱的工资维持生活，但是人家那个日子安排的确实井井有条。哎，从来不向人家借点这个，借点那个，借点钱什么的，从来没有。人家就精打细算巧安排，把日子也过得哎挺稳妥的。我记得消消停停的，过一天哎这个没了那个缺了，从来没有过。所以我现在我就想，哎呀，我觉得我过日子就够节俭了，那我要跟我姐比我又比不上了，是不是这样？五个孩子穿衣吃饭上学
哪点不要钱，所以就是大孩子穿上的衣服换下来，哎，给二孩子，二孩子换下给三孩子，哎，我姐那家那五个孩子就是这点好，不挑，哎，给我穿啥我就穿啥，就是这样，所以这五个孩子也就这么给他供出来了。我姐家那个床单呐、啊，什么东西啊，床罩啊，衣服啊，袜子呀、啊、破了，我姐那个手工活做得非常好，能给你补的四四方方，板板正正，方是方，圆是圆。我姐上我那是一看我补呢，我姐就笑了，说小云呢，你这是补的啥呀，你这哪国地图啊，因为我补的既没有方的也没有圆的，反正那个东西是个什么形的，你那个我们东北叫铺衬啊，就是那铺衬是个什么形的，我就直接给它钉上了缝上了。所以什么是，我姐说那是外国地图，说你这都是外国地图，去了都给我拆下来，完了我姐再重新给我补，哎，板板正正的。有一次吧，我给我姐出了一个难题，因为她去的就找活，小云那有啥需要补的给我拿出来，我都给你补好。哎，我家那个被罩都能用三十来年，哎，薄薄的了，有的那个一个手指头一捅都出个窟窿。我姐说，哎呀，这个我就得拿点什么东西我给你补补吧，你别等到出窟窿还不好弄了，所以我姐都给我补好。嗯，有一天我说，姐呀、啊，我还有一个短裤你给我补补呗。我姐说，那拿来吧，我就拿出来了。你看就那一个小短裤，我记着我姐拿了起来以后吧，翻过来看，调过来看，跟我说了一句，哎呀，小云呐、啊，这个补不了了吧。我说你那继续说，这个还补不了。我姐说，我数一数，你这一个短裤上有48个洞，你说这咋补啊。啊，我说这个你也补不了了，那补不了就补不了了吧。我姐说，拉倒吧，啊，这个补不了了。哎，就是这样，所以我姐她把她自己勤俭持家那个也实际也影响我，只不过是我不会做活儿，哎，我不能像我姐把她补的那么板正那么细致，哎，我就瞎对付，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姐姐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你说就那么点工资，我们现在有些人可能都想不明白，这能活着了吗？这都咋过呀？是不是这种想法？哎，人家日子也这么过来了，大人孩子一个一个都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再一条呢，我觉得姐姐是一个慈悲喜舍的人。嗯，咱慈悲你就不用说了，我说这两个字儿，这个词儿谁发明的呢？可能就专门为我姐姐发明的。哎，那太慈悲了，别人有一点苦一点难他都受不了，哎，他自己有苦有难他可以挺着扛着，他看不得别人的苦别人的难。家里的什么剩饭剩菜呀，你看老老少少这么11口人，剩饭剩菜全都是我姐的事儿。老人不用说了，孩子也不让吃，丈夫也不让吃，都是我姐吃。就有时候那饭明明都馊了，那不能再吃了，我姐都舍不得。哎，她也给她拿水，头一遍又一遍，头一遍又一遍，完了说行了行了，没味儿了，能吃了，人也都吃了，就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这样的例子哈，我们家有一个亲戚，经常来向我姐要钱要东西，他在他家生活，据说他自己说困难。因为我们没有上过我们那个亲戚家里去过，我姐好说话，哎，要钱给钱，没钱哪怕我出去借我也给你，要东西给东西，哪怕那衣服在我姐姐身上穿着呢，她说你这个衣服挺好的，给我吧，我姐脱下来就给她，就能做到这点。后面她每次来吧都是编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我姐要钱要东西，我都有点不耐烦了，我说姐你别老上当受骗了，这骗了多少把了，他家咋老有事儿呢。我姐说，哎呀，骗就骗吧，哎，他来一次张回嘴那么大人，你咋给他卷回去，我姐就这么说。后来这个亲戚吧也觉得不好意思，这个编理由可能也编尽了，再也找不着什么理由编了，这回的换个招，换个什么招呢，快过年了，他出去买猪，回来把猪杀了以后吧，他卖猪肉赚钱。
到最后呢，他有的猪可能是那个膘啊挺合适的，就好卖，他就卖出去了。有的时候那个猪呢，可能就大肥膘，卖不出去了。这怎么办呢？他就把猪肉扛到我姐家了。有一年我记着，扛了一半儿，就猪个不是两劈成两半儿吗？他扛了一半儿卖给我姐。完那一半猪，我记着现在清清楚楚记着，我姐跟我说，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用他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他这个猪肉拌子。完了，我姐又把这猪肉拌子嘎成若干个块儿，再分给亲朋好友。那你说我姐花钱买来的，那我姐说我不能再卖出去，我就分给大家吃吧。因为我姐她家也不太能吃这个肉，这个肥肉，但是她扛来了。人家她说那个，她人家她不说她卖不掉了，扛来的，说我给你送来的，快过年的，完了你们吃吧。她明明知道我姐不可能不给她钱，而且给她的钱一定是高于市场价。那这个账他早就算好了，所以我姐把钱给他了，人家乐颠颠的拿钱走了。我姐这面傻眼了，过年了没钱了，钱买肉了，完了肉又分出去了。我去了，我姐就说：“小云呐，今年过年没钱了。”我说：“钱呢？买肉了。”我说：“你买那么多干啥呀？也没人吃。”我姐说就把这经过给我学了。那我说：“你就好熊，他咋不找我卖去呢？”我说：“他要卖我不买，我给他戳穿。”我姐说不好意思，那么大人呢。我上面举这么多实际的例子，我就是说告诉大家，我姐姐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说就这些个事实，你们能不能看出来她是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她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她就是那种慈悲啊，那种善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说说什么呢，也有同学提出来的，说呢你给我们大家说说你姐姐是怎么修行的。那我前面说了那么多，你们自己都能知道了，怎么修行的？念佛，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别的什么妙招啊，什么绝招啊。如果说绝招妙招，就是纯粹的一门精进，长时熏修，一点不夹杂，就是阿弥陀佛，而且就是四字洪名，就是阿弥陀佛。因为我姐说了，莲池大师说了，一心回家的不用客气了，就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使了。所以我姐这些年，如果她有成就，她成就在哪儿？就成就在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上。这是我所接触到的人，一句佛号念到底，当生成就做佛去了的，这是最好的例证。他就是这么修行的。我姐她也不是，我刚才说了，读经也很少，是吧？听经也就是最近这两年，腿截肢了，她也磕不了头，所以这些全都没有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了。但是她有一条做得好，不受外界干扰。你别人说什么这个好那个好，他都不动心，他不换题，我就是阿弥陀佛了。就这点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我记得姐姐生前啊，曾经跟我说，我问她，我说姐呀，你为什么要演这个表演这个法呢？就是活着往生这个法呢？我姐说，小云呐，哎呀，我现在听老法师讲经啊，我就觉得，哎呀，师父太不容易了，86岁老人家了，哎呀，滔滔不绝的，苦口婆心的讲了这么多年，大家还没听懂，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给他个做正转吧。我姐这么跟我说。我说那你都做什么证啊？我姐说我想做这么四个方面的证明。你是不是他是不是心里有数了？我说第一个呢，他说第一个，我要给下莲居老居士那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做正转，末法9000年就这部经成就众生，这是第一个作证。第二作证呢，我要给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注解》来作证。第三个呢，我要为净空老法师讲的
大经阶演义大经科注来作证。第四个，我要为净土念佛法门，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能圆成佛道，而且是一生圆成佛道来作证。你看这四个证明，这五天的表法完完全全做到了，一个都不缺。所以我记得我给师父前些天写了一封短信，我在信上好像有这么一句话，我说我姐姐这个表法，我觉得好像十万个人里也难找到这么一个，太难遇了，太殊胜了。我还是这样说，不是因为她是我姐姐我这样说，我既要为我姐姐负责，我也要为众生负责，我要实实在在的把这个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个往生的实际情况，我一定要如实的告诉大家，这就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关于姐姐往生这件事情，现在说法也很多，这个没关系哈，有的说这个，有的说那个，有的看到了，有的没看到。现在我们正在制作光碟，等光碟出来以后，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想众生是会得到益处的。今天呢，就利用这么一段时间，我简单地把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缘和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是怎么样修行的，简单地向大家做一下汇报。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吧。希望我们每个莲友都能向姐姐学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感恩大家。阿弥陀佛。